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1959年年底，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即将发射。可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苏联专家组陆续撤走，同时还留下了一句话：“中国液氧杂质太多，你们如果用中国的液氧来发射，不成功，我们不负责。”如果苏联专家的话是真的，那么东风一号的发射将无从谈起。国产液氧到底能不能用呢？说到这儿，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人，就是他。他叫梁守盘，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东风一号的总设计师。那么，面对液氧的难题，梁守盘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今天我们就来翻开这本梁守盘院士传记，一起去读一读东风一号发射背后的故事。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好奇，苏联专家跟我国研制的导弹有什么联系呢？书中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促进自力更生，增强国防实力，国家领导人决定要发展我国的国防航天工业。可是由于当时国力不足，人才稀少，凭借自身的实力根本没法研制导弹，所以只好将求助的目光转向了苏联。1957年底，苏联专家带着两枚 P-2 导弹来到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仿制从此就成为中国航天初创时的中心工作。为了保密需要，这枚仿制导弹被命名为1059。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能够成功发射。从仿制到导弹发射还剩下不到2年的时间。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导弹总设计师的梁守盘身上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他一方面积极向苏联专家学习技术，另一方面负责解决仿制中出现的各种难题。可就在仿制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梁守盘突然提出一个反设计要求。那么什么是反设计呢？我们来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假定苏联没有给我们图纸，只有这个导弹的指标，就是要飞起来打600千米，那么我们就以600千米的指标按照设计公式来设计，设计以后跟苏联的资料做对比，尺寸一样不一样，各方面一样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找出来为什么我设计的跟理论公式不一样，而苏联那个理论公式又是怎么得到的，找出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联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已知的技术指标进行设计计算，然后将自己设计的结果与导弹实物相比较，以此来验证理论知识是否符合实际。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梁守盘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原来在他看来，仿制虽然是为了自力更生，但是设计人员更应该注重自主创新，丢掉洋拐杖，走自己的路。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反设计工作顺利开展。这不仅为仿制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证，同时也加快了仿制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设计人员，增长了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而就在导弹
即将发射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所有设计人员的耳中。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1959年冬天，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陆续撤走了所有在中国的专家，这使得导弹不能按照原计划进行试射。不仅如此，苏联专家临走时还表示，中国生产的液氧燃料含有杂质，容易爆炸，必须使用我们生产的液氧。可是液氧不易保存，高于-183摄氏度就会气化，等着千里迢迢运到了中国也就所剩无几。而且苏联当时已基本停止了向中国供应工业品，洋液氧肯定是指不上。那么中国的液氧到底能不能用，敢不敢用，这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问题。身为总设计师的梁守盘又会如何做决定呢？此时梁守盘不言不语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在一遍遍的计算和查找资料分析之后，他立下了一份军令状：国产液氧如果不能用，就砍我的头。大家听了梁守盘的意见以后纷纷劝他要小心呐，毕竟发射导弹是件大事，一点儿可马虎不得。而梁守盘他却显得十分的自信和镇定。那么梁守盘为什么敢用自己的生命去打包票呢？原来梁守盘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发现之所以说中国的液氧不行，是因为有人对原资料的理解有误，把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了液态容积，因而出现了1000倍的差距。发现这个问题后，梁守盘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导弹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液氧。在书中他是这么说的：国产液氧的分析化验数据已写明杂质数量，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把整个柱箱液氧的杂质都集中在一起，让它们同时氧化，所产生的气体也不会引起过大的压力增强。何况这些杂质绝对不可能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说十几吨液氧中的杂质不可能同时氧化，即使同时氧化，产生的热量也不会引起压力突然加大，也就是说不会爆炸。最终在梁守盘的坚持下，国产液氧被确定为1059仿制导弹的燃料进行导弹发射。而此时梁守盘一直践行的反设计的思路，也在外国专家撤走之后使大家顺利地度过了困难时期。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导弹准备发射。我们先来看一下导弹发射时的视频。导弹起飞了，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号令，导弹喷出浓烈的火焰飞向蓝天，在飞行了7分32秒之后，准确打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而这个记录比他所仿制的苏联导弹还要远。东风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作为总设计师的梁守盘当然功不可没。曾经有人问梁守盘，你对我国导弹武器的研制有什么希望？他脱口而出地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要有民族自信心，不能说只有外国人能做，中国人不能做，或中国人将来可以做，但现在还不能做。外国人能做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本梁守盘院士传记，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